刚刚的这个范例啊，拿来换成台北市的住宅签，当然你也可以换成别的县市的签到案件，或者是其他啦，反正类似像这样的资料蛮多的，在那个政府的开放平台，这个是政府的开放平台上面抓的哈。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把你要分类的哈，把它分出来。OK， 所以我是先找到哪一区。当然，如果你不是哪一区，你可能是其他栏位，比如说不同的时段，对不对？也可以啊，哈，哪个时段最容易招小偷，有没有？你也可以把它统计出来，或者是哪一年的数量，对不对？也可以啊，哈，你如果把它分不同年份，按照年份分，对不对？可以，哈，或者是其他案例，这好像都一样，哈，啊，编号这个人啊，所以你可以看资料有没有可以分类的部分。那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资料好像蛮适合按照不同区去做不同的分类，做不同的统计分析的话，那我可能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按照不同的区别，啊，取得我要的资料放在不同的工作表里面。那以前的做法要怎么做？以前的可能你，那你还是要什么？把它排序吗？按照排序完，然后 Ctrl+C，Ctrl+V，Ctrl+C，Ctrl+V， 对哈。那如果假设你不要这么这个没有效率做事的话，当然第一个你可以拿什么，拿刚刚的那两段程式嘛，所以我刚刚是什么，直接把刚刚的这个班级有没有，有没有看到 VBA 有没有，刮胡这个叫档案名称啊，把这边的模组哦里面的这两段有没有复制一下，那再到新的这个，这个因为台北市切到点位资讯这个齁，它底下没有模组，所以我先按右键把它新增一个，所以特别注意，你要贴上之前你要先插入一个模组之后，然后再把这个程式贴上去，这样就 OK 了。好，这个就有点像用范本把它贴过来， OK， 第一件事。那第二个的话呢，那我如果假设我一样要两个按钮，一个是帮我直接分，把各区按照各区查完之后丢到它的那个工作表里面的话，诶，那我应该怎么做？当然呢，我们有范本之后要改。那改的话，当然第一个齁，你就从头改好了齁。这边的话是 for i 等于2到 4, 诶，那要改多少 ?2 嘛齁。啊，这个2指的是第几列的意思齁，指的是这个清单里面第几个。那因为清单是从2开始放，一直放到第几个，因为12区嘛齁，那这应该是13吧，应该是没错 ,13 嘛齁。所以呢，这边的话呢，记得齁，要改多少 ?2 到多少13嘛，对，指的就是说你要取清单里面的第几个位置啊，哦，2的话就取得中山区， 3的话就取得信义区，那13的话就士林区， OK 齁，哦，好，所以哦，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新增工作表，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我要取清单位置的话，就是从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第 I 列， I 的话指的是第几列嘛齁，那后面的 L, 之前是放 L, 啊现在放多少，放在 I, 所以这个一定要改， OK 齁，所以大概改几个，第一个这边改一下，第二个改一下齁，栏不对嘛齁， OK, 再来的话呢齁，接下来就要筛选了，所以筛选部分的话呢，哎，这边一样要改，这样把它改成 I 了齁，所以这个要改一下，然后呢筛选的范围呢，之前是 A1 到 E12 嘛齁，那这边的话呢应该是 A1,嗯，这个位置不变齁，哦，然后呢底下这个范围应该不对，应该是哪一个，应该是区嘛齁，哦，区的 Ctrl 向下，嗯，这个应该多少 ?2437,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改一下，区的 20, 这个就改成区的 2437, 当然你说将来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这个2437自己抓到，可以啦齁，哦，但可是你要自己再写一个向下追踪的程式，这个比较复杂齁，哦，前面有讲过了，你们可以自己再回头看一下啊，哦。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改完了，范围 OK 了啊，所以筛选的范围有没有 ,auto filter,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哦，这个一之前要查的是姓名在这个范围的第一栏，可是区的话呢是在这个范围的第几栏，因为它是 A,A 是第一栏哦 ,B,C,D,E,F, 应该是第六第七。所以记得哦，这边一定要改多少，这边记得要改成 7,OK 齁，哦，如果没改的话哦，资料就没有空的哦齁，哦。然后 copy 的话呢，
之前的话是 B1 到 E12 嘛，啊，这个地方因为我要全抠，所以我就全部把这个范围直接复制贴到这边就 OK 了。反正呢，我这个范围的资料哈，要全部都帮我抠过去，反正隐藏的就不会抠到，没有隐藏的就抠到 OK， 那抠到那个地方的 A1， 好，这样就 OK 了哈。啊，最后的话，底下这边的这个范围，把它恢复的话，其实也可以拿这边啦，其实就拿这个范围，因为这个范围跟这个范围要一样，所以复制这边，好，把它贴过来，或者直接复制这边啦，复制这个范围，把它 copy 贴过来，好，这样应该就 OK 了哈。所以理论上呢，我是拿刚刚的范例哈，拿来当范本，基本上就改了几个地方，一这个地方改。好，二的话应该是这个吧，这个 I 啦，因为它是放在 I 不是 L， 然后其他的话这个有改，这个范围这两个范围有改，这边改，其他都没改 ，OK， 好了，基本上改完了，改完之后的话呢，接下来就验证一下看看，所以当然如果你没把握的话呢，我不建议你直接就按这个，因为这个蛮危险的，我建议你按 F8。先逐一看一下有没有，先新增，然后重新命名有没有？底下中山区没问题。抠过来有没有？筛选啦、啊，如果筛选这边看不到，筛选 copy 过来看看 ，O 不 OK？copy， 资料那中山，有哈，然后再换下一个，下一个就是在下一个新增，然后下一个应该是信义区嘛哈，然后 copy 信义区，copy 过来了 ，OK， 好像都 OK 了。那没问题，那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确定没问题，就把它全部执行。有了，有没有？中山区，中山区的信义区，每一个都出来了，每一区哦。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各区要做一些资料的处理，就简单了啊、不过啦，可能还可以让它更好一点，就是说这个好像栏宽没有自动调整，所以如果假设你。假设要让它更吹毛求，就是更好一点的话，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的下方有没有，再加上那个什么自动栏宽调整的叙述，还记得吧？叫什么栏的话，栏物件叫 column，columns， 点 auto fit 就可以了 ，auto 就自动调整栏宽，加上去之后的话呢，它就可以帮你把刚刚栏宽自动调整成最适合的宽度了，那就加这个啦 OK 啊，删除的话要不要改？我记得好像删除不要，因为删除的话是把最后一个一直删到剩下一个，那就是总表 OK， 所以这个删应该不用改，直接删掉嘛。那这边因为我加了这个 columns 点 auto fit，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执行，这边执行一下啊。column 这边好像打错字了 ，column。Column C O L U M N Columns 点 Auto Fit 打错了，应该是 Auto 不是 Fit 难怪它出错 ，Auto Fit 才是自动调整栏宽我拼错了 ，OK 应该是这个 ，OK 好，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下那我这边设个中断点，让它程式停在这里一下。好，执行。好，那你会发现它 copy 过来的copy 有没有？这个 copy 过来知道没错。那我加了这个之后，你们看一下效果。按 F8， 有没有发现？按 F8 之后它这个地方就栏宽自动调整了，就看起来会不需要说以后你每次 copy 你又要再去调整，不用，就加这个就 OK 了。auto fit 这个还蛮重要的好，那这个把它执行。这个。中段我就把它拿掉，因为不要每次都停下。好，那全部帮我执行 ，OK 啊，切过来看一下，中山区有自动调整，新营区也有，看起来还蛮整齐的，有没有？那当然，将来如果你要在什么画框线啊，加什么颜色啊，也是一样啊，每一个都可以弄到好。甚至呢，如果你将来要自动旁边做报表，有没有？也可以自动把它产生报表。那以后你一个按钮按下去。全部都搞定了，这样感觉不是很好吗？我们一整天的事情其实就程式写完了，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让老板知道你做完了，反正你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就很喜欢，所以现在好像有个名词还蛮有趣的，
叫做薪水小偷，有没有？薪水小偷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每天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对吧？但是，可是你事情还是有给，就是给老板，老板也不会觉得说你好像没做事，但是实际上你是已经做好了，哎，不过前提是你需要要有一点点能力啊，对哈，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能够想要做薪水小偷也没那么简单，又有人想做也没办法做，因为事情都忙不完的，对哈。可是如果你假设你事情都忙完了，然后还有多余的时间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自己可能觉得重要，比如说你还练功啊，像我发现有人都就是他有时间，对不对？他可以在不断的精进他的 VBA 的能力，有没有？然后让他的自动化做得更好，哎，有没有？每天都在研究这些东西。然后以后事情呢更快可以完成，所以平常都是没什么，没好像安安静静的，好像但实际上你可能可以学到更多了哈。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就把它直接把它再提一遍，然后呢，我就把它 ending 一下。所以最后的话呢，如果这一题啊，假设要再增加的话，那一样啊，就是在这边增加两个按钮，也许像刚刚这个地方这个按钮，那我把它抠过去啊，其实这边也可以拿来偷偷用它。OK， 有没有？这边就两个按钮，哦，然后只是说你这边可能要指向的聚集哦，哎，这个就要指到你自己的这一个啊，你不能指到别人的那一个哦。OK， 指到自己的这一个，重新指定一下聚集，删除，然后试一下，按一下，跑，哎，有没有？然后这边出现了，哎，有了，然后如果要删的话，就按一下，删除，哎，感觉还蛮好的，有没有？所以以后啊。这个你就有按钮按一下，诶，自己又通通跑完了，然后你要删掉的话就删掉一下也就 OK 了齁。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齁，就是延伸的练习题齁。我是拿那个之前我们上课第一个单元里面的那个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点位，然后拿来做练习齁，也许就是可以把它分区吧。当然如果你要再练习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发声时段，有没有一样嘛，你可以把发声时段复制一下，然后也许你可以把它放在这边吧，把它贴上，然后你可以比如你要按照发声啊一样嘛，把发声时段做什么资料里面不会移除重复吗？ OK， 不会移除重复它要不要扩大这，不好像应该是移除重复它不要扩大好了，移除重复有标题这个 OK， 好，那有没有这个时段好，你就可以按照不同时段去把它分类也可以啦齁，其他请各位试试看，好啦，画面再还给各位齁。